哎，姐，我累了，我不推了。啊，天天，多好玩呀！你再推我一次嘛！不推了，不推了，真的太累了，我推不动了。小丽，你就再推我一次嘛！不推了，佩奇真的推不动了。小丽，我给你买汉堡包吃哦。啊，汉堡包，我最爱吃的，快上车！好的，马上就有力气了，推喽，推喽，推喽！我的汉堡，我的薯条，我的鸡腿儿。佩奇，快点，我们快下车吧，到汉堡店了，快点！啊，小丽，可是我没有带钱啊！啊，佩奇，你在骗我！我生气了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是朋友了。哼，嘿嘿，我要给小丽一个惊喜，把她所有的爱吃的都买回去。小丽对我可好啦，我也要对她好一点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。小丽，小丽，你转过身来啊，小丽，别叫我，我生气了。小丽，你看一看嘛，哇，汉堡、薯条、可乐，还有，太激动了，佩奇，你对我太好了，嘿嘿。我们是好朋友，我要遵守约定，说到做到，快吃吧。哇，佩奇，我们一起吃好不好？好啊，喵喵喵喵喵喵，真好吃。